们都是正二代，靠实力闯天下。吉隆坡十三日讯，大马人除了在509大选后关注首相敦马哈迪，希望联盟实权领袖拿督斯里安华和土团党总裁丹斯里穆尤丁等政治强人动向外，不少网民也接连搜索出他们的家族背景，尤其是被号称为拥有三高、高颜值、高学历、高挑身材的正二代。米拉阿利亚娜，米拉阿利亚娜，左起，与爷爷马哈迪的合照。那只娃，大马头条资讯网站报道，当前最受瞩目的正二代，就包括马哈迪孙女，也是穆克里米的女儿拉阿利亚娜，公正党副主席努鲁伊莎，财政部长林官英长女林芷帆，以及穆尤丁女儿那只娃。报道还说，这些正二代不靠家里关系，反而非常争气地靠自己实力出来创业，从政或当艺人。吉隆坡十三日讯，大马人除了在509大选后关注首相敦马哈迪，希望联盟实权领袖拿督斯里安华和土团党总裁丹斯里穆尤丁等政治强人动向外，不少网民也接连搜索出他们的家族背景，尤其是被号称为拥有三高、高颜值、高学历、高挑身材的正二代。马头条资讯网站报道，当前最受瞩目的正二代，就包括马哈迪孙女，也是穆克里米的女儿拉阿利亚娜，公正党副主席努鲁伊莎，财政部长林官英长女林芷帆，以及穆尤丁女儿那只娃。Sponsored links。报道还说，这些正二代不靠家里关系，反而非常争气地靠自己实力出来创业，从政或当艺人。